开车开过头，竟然就在大马路中间直接得退路。一名驾驶24号开车行经宜兰罗东的十字路口，疑似开过头，不愿往前再回转，竟然直接就在路口倒车后又逆向行驶，最后回到正确的道路上。其他用路人看了直呼真的好危险，还说附近有一间派出所，根本不把警察放在眼里。对此，原警检表示，这起案件已经接获了检举，将会开罚。黑车刚通过路口，突然踩了刹车，停靠路边。明明前一秒还往前开，下一秒却在十字路口慢慢的推路，完全不顾和后方车流反方向，逆向行驶后，驾驶再来一个急转弯，离谱行径，其他用路人实在看不下去。整段过程PO上网，推测说10月24号在宜兰罗东光荣路和南昌东街交叉口倒车的大哥或大姐，可能是因为开过头才出此下策。不过这样很危险，直言这位三宝驾驶未免也太离谱。路口一般正常，要么是过头，要么就是直接回转，怎么会用巴库的方倒车的方式？这样其实蛮危险的。从前开再回转嘛，因为如果倒退，有时候也怕嘛 ，A 到人的。警察可以关照一下。要警方处理，因为实际回到斗退路现场，旁边就是开罗派出所。民众认为驾驶在警局前违规行驶，根本是在太岁头上动土，把原警当成塑胶。该行为涉犯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50条第一项第二款，违反该项的罚则则是600至1200的罚款。开车开过头却贪图一时方便，反倒违反交通规则，面临罚款实在得不偿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